叫甘景生，2000年出生，来自广东省紫金县紫金中学。今年通过清华大学四强计划选拔，被清华大学水利系录取。生活第三是认真读好书，是吧？认真读好书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啊，多打点嘛，影响我就好。谢谢你哦，再见啦。不知道我被屏蔽了。我们都是求他了。求他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然后看我这，三、二、一。我是通过清华大学的自强计划而进入清华的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名清华人。我会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教训一直践行下去。